阔别三年，歌台实况歌唱比赛《歌台新力量之兴旺发》再度举行。那么，20名入围决赛的参赛者将在比赛当中施展浑身解数，争夺新一届的歌台霸主。迈入第二季的歌台新力量星期二举行开镜仪式，参赛人数比第一季多了10位。比赛的其中一位评审刘玲玲不忘为参赛者面授机宜：我也奉劝一句，就是你要就是轻松自在，轻松自在它是一种力量来的，因为你一拘束的话呢，就把自己整个框死掉，所以一框死掉呢，那个范围就空间就是这么小。而上届冠军黄振龙将联合 Ponsa 主持歌台赛，觉得主持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可能唱歌已经唱了很多年了，对，可能对我来说唱歌是比较得心应手的事情，但是主持方面可能就要更努力一点了。由新传媒和通讯及新闻部联手推出共18集的歌台新力量之兴旺发，将从4月20号每逢星期五早上11:30到中午12:30在8频道播出。